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我是 Lilian。 作为全台第一家分店的店长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的挑战。名酒从家一起家经营超过一甲子的时间，深受当地人喜欢，从购买力或回购率都非常的高。从客厅、餐厅到卧室、书房，甚至小到椅凳，大到衣橱，我们应有尽有。为了承接这个老字号品牌，我们有做足了功课，从规划、组织等方面着手。那从地点啊到装潢设计，像是为了要迎合我们台南店，我们找了知名设计师设计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宽敞、干净、明亮，然后符合现代简约风格哦。此外，我们将一楼规划成沙发体验区，就是让客人一进来啊，就像回到家里的客厅，可以直接坐下来。那我们沙发主要是以北欧和现代风格居多，也是符合现代人的喜好哦。那二楼的部分呢，规划成床垫的体验区，像我们南部大部分都是透天厝，卧房啊通常都是在楼上，这样的规划也很贴近当地人。那床垫也依功能区分，就是我们有凉感、护及、抗菌的，并且全部都是中钢独立桶，品质可是很赞的哦。我们的顾问团队都是很成熟的伙伴，跟我们一样很认同这个品牌，乐意为公司打拼。此外，团队的成员工作经历丰富，擅长倾听与处理各库的需求，这点不是我们自己在讲，大家可以去看 Google 评论，看大家都怎么评论我们的顾问团队吧。很棒啊，跟当时听到一家全聚蛮感动的，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哦。因为像我们结婚十多年啊，早已成家，那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耶。每次的相聚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像 Jason 啊，他之前常年在外工作，能回来家的时间也不多。这次接下名酒台南店店长一职，不仅多了可以跟家人相处，也多了一份责任。而且我觉得只要家人在，就是一起吃喝啊，一起出游，一起耍废，一起成长，每一刻都是最珍贵的回忆哦。因此我很认同一家全聚这句话。我们希望可以稳定台南的客源，并在未来继续展店。台南有多大就代表有多大的需求，如果我们可以将店数扩展，就可以服务更多台南的乡亲，让大家都可以在附近随时逛随时购哦。刚刚 Vivian 有提到一家全聚的品牌精神，这也可以延伸出一家店全具备的概念。名酒家具从客厅、餐厅到卧室、书房全都包办了。那我们继续努力拓展厨房、卫浴市场，这样就真的一家全聚了。9月10号是我们名酒家具台南店的开幕活动，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哦。